有同学反映一下吗？这个，我们问一下这个，张同学。有听到吗，张同学？喂，老师，有听到？请说。老师，我两个时间都可以，就听老师安排。稍等一下，我这个把声音调大声。请说。老师，我那个两个时间都可以，然后听老师安排。请说。喂，老师，这样可以吗？一下子啊，我看一下，我这边声音有一点低啊，OK 啊，我调大声，好，请说。老师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可以。老师，我两个时间都可以，再看老师安排。对。哦，OK 好，我们再问一下其他同学，陈同学，所以你们期末考这个时间。要安排在哪一周？或者是有其他同学有意见的？有 OK 翁同学来请坐。看老师安排都可以。对，所以你们这个原先那个从日程来讲，你们是什么时候算是期中考？还有其他科目 ？OK， 我们看一下你们行事历，第一零第二学期。OK， 你们现在是这个期中考的话，我看一下是多少？看一下，学期考是5月27到6月2号，所以这个时间 OK 吗？就是如果说五月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，所以这个时间 OK 啊，我们看一下，所以5月27。到6月2号，所以我们就安排在这个六月的或者是31号。同学 OK 吗？31号可以。OK， 好，好，所以我们大概课程部分今天会上完所有的，然后下一周的话，我是在想。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复习，然后再与此同时请同学做一个就是一个课题报告，所以这一周时间，然后这个课题报告就是你们运用你们所学的这个振动学，我们来分析一个比较特别的例题。我这边先分享一下画面。然后让同学看一下，然后这个是 ，OK， 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课题呢是这个gimbal，OK，、okay， 如何鸟类如何用这个弹簧来平衡这个它的这个平衡它的这个视角 ，OK， 我们看一个短片 ，OK， 所以下周你们做一个报告 ，OK， 然后报告就是我会提供文件，你们看一下你的，
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影片，让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。是相机的这个平衡，OK，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。包括这个飞蛾也是，就是它在飞行的时候，它的这个视觉是稳定的 ，OK。然后这个主要就是靠这个你们的这个弹簧 ，OK。然后OK， 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，不是有说一个例子，然后我再播这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上周在讨论这个 vibration， 这个稳定那个 camp 这个视觉的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。